时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光笑场就很忙了。好了，这个经典的不准笑系列 ，OK， 那今天以晨要来做挑战啦。那待会呢，大家只要听到这个声音。好，就代表台上的所有演员都要进入到不准笑状况，只要人笑被抓到就会吹哨开始进行惩罚。OK， 再次听到这个声音 ，OK， 不准笑就结束了 ，OK 吗？好，那这个医生准备好了吗？有听懂吗？好的，很好。他们那个有好想下班啊，大家有那个速度有好很想下班。OK， 那这个宜晨呢，前面有跟我们排一小小段戏，所以他大概知道是什么样子，但后面的剧情他完全不知道，所以今天就来进行宜晨的。等一下我确认一下，所以我等一下。一开始我 不知道剧情之后就会闪红灯，对不对？哦、oh, 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你会演到你会突然就开始不知道，说哎、欸、这段哎、欸、在演什么，大概是这种感觉 ，OK 吗？准备好了吗好 ？OK， 好，那各位我们就准备开始了。光笑场就很忙了，宜晨篇，掌声鼓励。是这个实习老师宜晨，主任你好啊，这个跟你说一下，今天是这个教师评鉴啊，这个非常重要的，你能不能成为愚人国小的正式的音乐老师，就看今天的表现了。没问题。OK， 那今天你要教孩子唱的歌是？啊，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是皇后合唱团的《We Will Rock You》。太经典的歌了吧？不是，现在随便教个哇呀哇呀哇之类的就好了。Okay, 因为这班同学比较特别，对对对对。啊、OK OK， 好，那就麻烦你了，那我在旁边看。OK， 好。好，小朋友可以进来喽！啊哈哈哈哈哈哈！过来！乱叫了！喷我啊！来啊！小朋友，今天是我的教师评鉴。宜晨出列，刚刚微笑的可能性，来一起出列。开始了。开始啊！嘴巴碎机响了。记得不能偷笑。好，先进行说明一下惩罚是什么。来，惩罚请出列，谁是他的惩罚帽？哦，是这个东西，请你戴上去。这还好，戴上去这样。OK， 好。会痛吗、欸？当然啦，这是惩罚。这可以瘦脸吗？哎，不行，不能，他只会痛脸而已。OK， 很痛、欸。好，麻烦请继续，医生交给你，记得要带他们这个好好唱歌一下。好的，小朋友，我们有练习，对不对？对。蹦蹦啪，蹦蹦啪。五六七八 we will rock you。哇呀哇呀哇呀，还是唱哇呀哇呀哇吧。我是你的 pose。你的 pose 吗？ pose 啦。哇呀哇呀。在小小的花园中，大大的花儿，大大的花儿很美丽。哦，老师，谁？干他老舍哎、欸！靠，他打击他死他啊！好，医生不是医生，稍微注意一下，是不准笑，不是疯狂笑，这个游戏不这样玩的。好，再来，请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。老师，你都乱。对啊，叫我们练几枚是怎样啦？龙哥，老师自己不练歌，叫我们练啦。你的衣服太变了吧？德哥，德哥好了啦，没事啦。跟哥讲啦，坐好。自己不练。好，那个医生老师，这个孩子有什么状况要稍微处理一下，好吧？好，我们今天本来要带来是什么？怎么了，丹力？老师。德哥说：“我刚才唱的很难听。”德哥是谁？哦，他。对。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同学？真的难听哎，唱的没有比较好听。哈？好了，好，不要这样。不要哭了，好吗？好。丹力出列。不是啊，原本只有谁亲一下，为什么他亲两下？所以我才会笑啊，太恶劣了，好痛啊！不要哭了，好，蛮好看的，继续，好好哦，我也要，哇，亲我，好了啦，我也要，好了，压个女生我不行啊。你们不要再哭了，不要再哭了，你们还有我啊！我没事。
我很坚强。得那个坐好。好，我们今天本来要唱歌的嘛。对他们今天是因为又怎么又怎么？我不太舒服，问题很多哎。哪里不舒服？跟老师说。肚子有点痛，有点想呕吐。那个怡晨，我是要跟你说明一下，就是这个笑点不是我想的，而且我也觉得蛮不好笑。你竟然笑了，太无聊了吧？来，请就位。我是洗洗得的脸，近看真的太好笑了。好，不准笑，请就位，不准笑，不准笑。好。我吐了，好恶心哦。臭哎、欸！我要吃他的呕吐物。不要！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吃啊！不要！我真的，好了好了，我真的。好了我真的我一样受不了了。哎，我觉得啊，真是轻一点。我看你真的笑太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请回去。大家吐一片了。什么时候学的？好，同学们，这个呕吐物来，大家清理一下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来，洗的出列，来。不然不舒服，你叫我出列。你哥怎么为什么会不舒服呢？啊，问题最多就是你啊！来，医生老师，好，医生老师，像这样学生好好处理一下，要关心他。你怎么啦？好不好？来，多喝水。昨天跟龙哥喝太晚了，还喝太晚。主任今天有没有讲？主任今天一开始就讲了，有没有？今天主任召会的就说，是宜晨老师，谁是要来做评鉴，是非常的重要。啊，哎、欸，这个我笑不出来哦，这个很坏，这有点太恶劣了，这个很坏，对。讲，脱下，吹嘴，吹嘴。不是，因为我们本来 C 的是他喝很多会一直喷，就他喷一下就完全没水了，所以我就受不了。谢谢主任。好浪漫，好恶心哦，你会做？好 ，OK。好，各位同学不要再闹了，今天音乐课有没有带东西来上课啊？有。老师的眼镜实在是太湿了，老师先处理一下啊、哦。有没有带那个乐器来？老师要上课了，好不好？准备一下 ，OK。哎，老师，他们先拿一下乐器，好不好？老师，我要带你说要带纸笛。好 ，OK， 好很好。我带陶笛。好。我带扑克牌。那收起来哦，不要再拿出扑克牌了。那你呢？我有三角铁、啊、哦。我是三角铁的棒子。你就只是没带乐器而已吧？这家伙。表演给大家看。好啊。一二三。啊啊！胃痛啦！啊！怎么有脏话出现了？来，朱莉，不是，那个真的有点痛，而且你刚刚是不是出现哇那个什么东西？我怎么刚刚听到脏话？被消音了。快点啊！谢谢谢谢，一二三，好好好 ，OK OK， 请这位，好了，不要再玩这个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回。表演好，谢谢大家。刚那样算表演成功了吗 ？OK， 好。怎么了，老师？怎么了？我也有准备表演。好，这叫表演陶笛，对不对？来，来，不对，是口哨糖。为什么都在陶笛？为什么要表演口哨糖？喜得偷笑。朱烈，哎，我不知道这游戏还有检举环节。喜得偷笑，你顺便出来，叫我德哥。好，来，喜得，我问你一句，宜晨刚被弹那么多下，你愿不愿意帮他？叫我德哥。好，德哥，你愿不愿意帮喜得？有没有义气？愿不愿意帮宜晨一起？愿不愿意？好，请就位，请就位。龙哥，好了啦，到底有没有那个龙哥？有人弹我、啊。龙哥到底是大龙吗？来，你上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哦，好，口哨糖。为什么吃下去了？还没开始表演嘛？不是，这不是含着吹吗？好、哦。老师，你讲黄色的、啊啊，不是含在嘴里吹，一样、啊。你们知道太多了吧？你们啊，行行行行行，啊，马上准备第二个。哦，这次要吹哦，正式。老师没有讲黄色的吧？没有。OK OK。好。为什么要那边吹？好恶心哦。好像小鸟、啊。呼呼呼呼，发出声音了。为什么用嘴唇发出声音？超讨厌的。很厉害吧？很厉害。嗯。不要。啊拍手拍手，丑一哦，刚刚是不是有微笑？好 ，OK， 好，老师我也要
表演。好，你要表演，要表演。哇、啊、哦！你刚不是表演过了？这是什么？口琴。口琴是不是？嗯，我可以用口琴跟直笛同时演奏。哦，真的有才艺了，真的有才艺了。好，来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借我一下。好。干嘛拿我直笛啊？同时演奏很厉害。你要干嘛？我们看一下，怎么用、啊？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再来，再来，好厉害！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丹力喜德熊猫林上敖董，哪有啊？断掉了吗？平野敖董，听起来看起来太痛了吧？刚刚怡晨从头到尾用怜悯的心来站好了，站一排，没有、啊，预备，怡晨先没关系，他们惩罚就好了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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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你为什么有酒瓶这种东西？你这样怎样？含着这样吹吗？错，是吗？这样。什么意思？好恐怖！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不要啦！打击乐器，大家不要激动啊！这个是不会痛，这是道具的，不是不是你打击乐器，你也没有声音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喂！我也要。有声音啊！超过分！哇！什么叫你也要？我刚刚说叫你也要，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好痛哦、喔，还是不会痛。哎、欸欸，还真的有一点点，第二下有点痛。大部分流血啊，血直接这样子进来了。不要延伸表演，回到剧情里。没关系，我龙哥之前很常被打，他都没怎样。龙哥到底？你这个国小生真的知道太多了。平头下，额外的初恋。我跟龙哥也很熟啊。而且来平云，你先出列，你先站好。你可以先把你扣子扣好。好像不这样会不会太性感？八加八九。把衣先把衣服扣好，先把衣服扣好。怎么样？好，先整吧，预备，一二三。好，这个不要再玩这个了。好，自己打扫、哦，非常好。同班的同学非常好。好， OK、有扫到有意识到就好。对，就好了。有意识到就好。龙哥是这样教你吗？打扫时间都这样。好，魏队长，来把它摆旁边好不好？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好？不要了。好啦，老师，换我表演啊！你衣服真的不先扣好吗？没关系啦。他讲他。好 OK， 好。好啦。什么？你要表演什么？直笛。好 OK， 都要表演。来来来，认真表演一下。枪棒。直笛。哎呀哎哎哎！来，不是你先过来，你先出列，你先出列，你先回答我。小笼包三个字，笑点在哪？这有什么好笑的？想到刚刚的事情。好了，你先等着。小笼包也可以笑，一二三。好，来，小笼包，哎、欸，直笛是这样用的。OK， 来来来，我们来看。嗯，为什么要服装？家庭主妇。OK， 很 gay 很多。好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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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你刚刚在表演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好厉害，还在剧情里。没事情吼，偷笑，医生出列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哭了。太难过了，笑到哭。你没有想过品瑜，品瑜跟你那么熟，你没有想过他会做这种事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。做梦了。回去啊！我也哭了，不不不，我也笑了，自己承认。好，来，请回，好来，请回位。OK， 好了，各位同学，好不好？认真一点，好吧？不要这样搞嘛，好吗？好，整个班上这样乱七八糟的。喂，是谁欺负我弟弟了？他还拿酒瓶砸他？谁？哥，你不要，这都是小朋友好吗？不行不行，哥哥帮你处理，哥哥一定帮你处理。谁？不要，死孩子，给我站出来！不是不是不是。不是他们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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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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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
宜晨对你打的笑点还好，你超开心，你搭档被这样打一下，你太恶劣了。回去，好，几位哥不要啦，刚才就这样打他，就是你是不是？哥不要这样，我刚刚也有吐他水。还有你是不是？对，不是我也会什么？为什么打他？我常常私底下偷骂他。文笨，等一下不一样了，现在在讲别的事情吧。我超常摆他臭脸。很好，在讲剧团的事情了吧？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大家，我妈妈今天有帮我准备草莓面包哦。耶！为什么打他？这边有什么好打的吧？死孩子就刚是不是有笑场？草莓蛋糕的部分，不要以为我没有看到，主任，来就位。怎么会突然有草莓蛋糕？他就妈妈有准备啊，一二三，好好好，请进。哦，越来越心疼了，越来越心疼。好，请进位。不是死孩子，你吗？你不要，你不要让我，我疯了，我叫龙哥来哦，来呀，来呀，你到底是谁啊？你到底是谁？藏着你，的确是不知道是谁，但你笑屁啊！来，过来惩罚一下。好，来来，一二三，好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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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好，来 ，start。好吗？立像啊。老师。安装。我一看到你，我就知道一件事情。安装。我们今生有缘。然后呢？老师，你平常在画画对不对？对。你也画过我对不对？你的穿着很日系。谢谢。要不要跟我去日本？我有 VIP 哦。什么的 VIP？ 去日本的 VIP 啊。你讲的好笼统。没关系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保证一件事情。哦。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写一首分手歌的。哦。所以我这边想要问你，老师，你愿不愿意当我弟弟学校的老师呢？掌声鼓励！先惩罚，先惩罚，先惩罚，先惩罚！哎，刚刚有笑哥出列，不是你们很喜欢看宜晨自以为浪漫的环节？来，投六六，最后惩罚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哦，好，掌声鼓励！哎，你没有想过吧？对不对？我好纳闷。你没有想过最后结局是一个完全不知道是谁的，然后狂跟你告白，对不对？而且。什么叫去日本的 VIP？ 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在剧本上也没有，他自己加的。其实我刚在旁边我也听不懂什么意思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也谢谢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张志。他现在也有在讲漫才啦，也是一个漫才组合，新人新人这样子。然后他其实是我们愚人的学长，没错，也是学长。对啊，今天非常开心，感谢大家拍摄玩到了好晚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愚人通宵堂第二集，希望有机会我们在现场再相见，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德利，我是 PR 哥，我是超人少年，我是吴志，我是志奇，我是徐波。